先生，呆呆，你好，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 Miss Dianese，我今年34岁，我读书到高中毕业，我的身高155公分，我的体重65公斤，我已经结婚，我有2个小孩，一个男的。40岁，一个女的几岁？我信仰回家。我以前在台湾工作5年，我照顾婴儿，一个3个月，一个月。我在那边有一个阿妈60岁，还健康。我又会打扫房子、洗衣服。当衣服、煮菜、扫地、拖地等等，谢谢。